还是我先问，都可以，都可以。先问你。啊，你问吧，你问吧，我去拿笔。嗯，你说，你说，你就赶快问。没问题。要写对方，对，你要写对方，问他，他要把它写下来。你就问吧。对。你就问。哎。觉得目前生活很快乐吗？哎，我非常快乐。最喜欢什么？目前你最喜欢的，对，最希望成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哎，我最希望成功的事情啊，哎，把身体顾好。有没有什么牵挂的事情？我现在牵挂的就是我妈妈的，我妈中风了，那我牵挂她，怎么样可以快乐的过她的一年？那请问一下你未来计划是，你要怎么样计划你未来？我除了要把我的身体照顾好以外，我还希望我能够写出我能够觉得实用的文章，能够感动一些人，也跟我一样的就好好的照顾他自己。你要写作，你的意思是？你是想要写作？写写文章，让别人也愿意好好照顾他自己，甚至于照顾他喜欢照顾的人，这样。目前是我的求。所以你写作的目的是要让别人能照顾好自己。是。那你自己有好好照顾自己吗？我很努力照顾我。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样照顾自己吗？就是说我很照顾我身体，每天都去跑步啊，然后心里有学习的课程我都去参加，然后我很努力的对我身边附近的人能够尽量跟他们保持适当的友好的关系。这是那目前我也有烦恼的事情，哦，是社会太乱，社会不是我想象的，不论是空气啊、环境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很吃力的地方。照顾自己不是。请问你觉得把你自己照顾得还好吗？但我觉得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持续的去学习怎么样让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同时也可以协助别人，从我的经验里面去协助别人，把我知道的信息传播给大家。请问你现在觉得最想把传播给大家的是传播给人家的是？就是我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收集到的一些健康的知识，身心的方式各式各样的我的生命的体验，可以传播给我觉得很需要的人。我今天在路上就表演给人家看，他说他膝盖才40几岁，膝盖就不舒服了，他觉得他上下楼梯就有困难了。哦，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从40几岁就这样，我就在坐在车子上，我就表演出来，怎么样拉筋排打，怎么样保健你的膝盖，晚上要泡脚。是。整套都告诉你。身上有什么宠物喜欢吗？啊？最喜欢的是？没，我最大的宠物就是我妈妈。
我把我妈妈、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照顾好，这就是我的宠物了。对，电脑非常的常常用，常常用。对，我，但是我最近我未来计划希望我的能在电脑上面的速度能更快，因为我发现我放在坐在电脑的时间太长，对我的身体不太好。OK 了，那你说那个社会太乱了，你认为你认为说这社会太乱，跟你未来的生活，你有想到说怎么样去改变它吗？基本上，它是我能力范围之外，所以想到我能够做的，通通我就自己去做就好。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的很高兴，我有必要去，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想。比如说我个人就是买任何东西我都自备塑胶袋，那塑胶袋我重复运用好几次，类似这种就是我的看法，对自己我的要求。因为我想我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最起码我这样做的话，人家会久而久之人家会影响到，所以其他的方法我也是对我自己的决心啊，对我自己的要求是这样子一种。跟老师说要开始写论文，反正先问嘛，不管嘛，那这个未来的生活，你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刚刚说要让别人，我不知道你的计划是在哪里。除了生活正常的按时间搭配以外，那努力的去充实自己，甚至我还有更多的希望还好像没有去实现的那种欲望啊，这是我的生活的最大的希望。不停地有新的思想，想要去学习的东西，这是我的希望。然后目前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去做，把它做得好，做得最好。最近有什么想要做的？你刚刚说是啊，不停的想去做，是最近什么想？对啊，我听说有些参加他们的旅行，有些欢迎别人唱的歌，我会唱得很好，类似这样的。那我说我觉得我要可能是从小就是应该去学音乐啊，类似这样子。假如说现在有时间，那我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一定很努力去做啊，类似这样子。那我也是。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去学习唱歌班吗？类似这样子。那你实际上你是最近想在上的是什么课？你说你有很多学习。我实际现在上的就是老年的。这边的一个乐龄班，乐龄班在上，我是礼拜一下午上，然后能够收集到的关于健康知识的演讲，我都去参加，尽量去参加，然后礼拜天去爬山，早上一大早起来去晒太阳。然后每天都至少要抽出50分钟以上来做健走和慢跑这样子。目前我也是在二打弹琴，在三他做瑜伽的这个练习。
除了自己照顾自己的吃饭以外，所有我都自己动手。哦，你说吃饭不是你照顾？我自己动，也是啊，自己照顾自己。哇、哦，吃饭也是自己来？对。那你煮给一个人吃吗？还是煮给家里吃？哦，你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吃饱全家饱。哦，所以你好像无所不能。你还有什么东西不行吗？厉害。嗯，那看来你生活非常狭义啊。还好，因为自己觉得，这样我不求人。我是希望我能够，假如说有一天我真正的成功老化，我就是像他们的要求一样，达到在床上躺两个礼拜就走了。塞哟娜娜。哎，你可以赶快问我啊。觉得我很佩服你啊，但是你觉得发布了这么多文章和你的那个作品，那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哦，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我把我看到的事情，我觉得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那我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杂志，我听到的东西我把它写出来，我的想法，我对这事情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跟我希望我的生活我讲出来可以给大家参考，这是因为这是我的生活历练，我看到那我的一个分享，对，那我希望经由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对能有缘的人看到我的报道有点帮助，那希望一传十，十的传百。那如果我写的东西是不成熟的，我也希望他们给我回馈，又回馈了以后我可以去思考我到底什么地方我的经验跟他们的经验为什么会不同，那这样的话我可以从这里面不断的去雕琢我自己，使我的思想可以是更全面的，而不是因为我常常发现我们知行不能合一，我们常常说，就像我前几天我去上一个活动，我还没写出来，我去参加一个佛学的学佛的一个佛山的一个活动，结果最后一天，拖地要离开，要整理场地拖地，结果他说，我们分配一个场地拖地，我已经拖了一半了，他说，你另外一半你叫我也拖完，我为什么是我已经拖这么多人，为什么我已经一半，那另外那两个人那一半弄完他们都走了。哦，我这一半弄完，我 suppose 我也可以走，问完了另外一半要不要，所以我就觉得后来我出来以后，我觉得觉得很羞愧，来学佛是要度众生，多拖一点地，还要跟人家计较，就是这样说，我不拖，我这半天拖完我就走，因为另外那两个已经走了。你懂我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想的跟我们做，因为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我们只是要在很短的时间把事情做完，所以我们会去 care 什么东西，所以我去学佛，我居然为了那，其实多拖那也放不了多少时间。我会说，no， 不见不平，反倒贵贱不平。对，你想看，每天写那些。